我的世界来啦！觉得好看的话，给作者一键三连。Hello， 我是王Blay。我的世界这个系列好久没有更新了。其实我看到评论区一直有小伙伴留言，想要看这位阿比盖尔公主，还有这位瑞恩，应该是我的世界破碎这个系列里面的主角吧？你们看，这是阿比盖尔和瑞恩的相遇，看起来挺不错的。里面还有个苦力怕，那王Blay决定今天就把这两个角色给做出来。喜欢我的世界的小伙伴，赶紧支持我一下。阿比盖尔的头部，这样看起来好像一个收音机哦。好，接着把瑞恩的头部也还原出来。两个头部已经做好了，至于其他部分就非常简单了，因为我的世界我已经做了很多了。好了，快速做完，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做身体，一看就会。拿出我心爱的连接片，这里装一装，那里装一装。哎呀，我的世界是我做的最多的一个系列啦，不知道我的老粉们还有没有在看我的视频，还有人记得这万能的连接片吗？那最后一步我就省略啦，这是已经贴好光滑片的样子，因为真的比较简单啊，就省略了，最后把它贴起来就完成了。再来看看腿部的样子，做法构造上都是差不多的，只是每个人物的样子不同而已。像这个阿比盖尔的裤子上半部分就是有点条纹的感觉，也是一样啊，用光滑片这样贴一贴，好啦，完成。最后最简单的就是他的手臂啦，因为没有什么花纹，那我在手臂当中留了一个孔，这样的话不仅可以拿火把，还可以举起武器，还不错吧。以上这些呢就是阿比盖尔的身体部位，至于瑞恩的身体就更简单了，我这里已经直接做好了，不浪费大家时间，不知道小伙伴可以截个图看一下。这是身体的样子，腿部以及手臂比阿比盖尔简单多了，因为没有什么花纹，大部分都是蓝色的啊。除此之外，为了更还原这些角色，文布雷还做了一把剑给瑞恩用，然后呢这把弓箭给阿比盖尔公主用，还有个火把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组装。小伙伴们，下期还想看什么呢？评论区等你来投稿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